41岁大 S 今天傍晚经传突然昏倒，在救护车接送下紧急住院，目前还在台北荣总接受治疗。近来减肥有成的她，日前才在微博抛出瘦身照，如今却传出健康亮红灯，不免让人联想她是否因为减肥过度影响身体状况。而她原本明天要复出陆吴宗宪主持的《我要当女一》选秀节目，如今也紧急取消。对此 S 妈和大 S 经纪人都没接电话，无法取得回应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